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易烊张志出场。这一次总决赛嘛，所有队员都回来一起再跳一次战队秀舞，整个舞蹈主题是贴近易烊装置的，然后各种编排也好，也是我们的风格。我可以动，然后你们都打开之后，这个好，这蛮好的。这次回来是给我们自己战队加油嘛，心情就比之前轻松很多，然后自在很多。就是我觉得当十一个人大家其实互相都很有默契的时候，真的就像是认识了好久一样。千玺说这个位置我想改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秒懂。就我们其实五波六都我们定好就好，那就是五收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我是觉得这个氛围我好喜欢，然后会能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我也能分享出很多东西。其实说实话，在这个节目里面跳舞，我会有那种特别特别大的热情跟激情，我会特别想把浑身力都用上，就那种劲儿，我在生日会啊或者自己别的表演上面是从来没有过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效果是还不错的，我预计会拿第一。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，就请将你手中的黑金色的毛巾扔到舞台上。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请我们工作人员上台收毛巾。